生活总是在昼夜之间快速的切换，只有不断挑战才能释放自己所有的可能。忙碌之后的夜晚才是面对真实自我的时刻，静下来去探索日光之下被忽略的灵感，既有内在的充能，也有外在的焕新。 YSL 夜皇后精华，激活能量，透亮细嫩，颠覆昼夜边界，不断追逐下一场冒险。